好，我们现在在场上看。好，哇，哎呦，这个，哎呀，哦，这个黑方出了一个直拳上，现在正在数秒，哎呀，十秒钟还仍然无法正常的进行比赛啊！看到这一拳，哇，相当直接的 K 在了这个红方的下巴上面。所以刚刚啊，好的。好的，这一场呢，直接的就判给了中国胜利，因为。